觉得卧龙熊猫基地的大熊猫非常的憨厚可爱，在四川能有幸一睹熊猫的风采，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开心。祖国先后赠送给香港的两对大熊猫，它们呢均来自卧龙。当年香港援建卧龙自然保护区，也是因为这里对香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基于这个川港情，这里呢对香港同胞实行永久免费参观。我刚刚在参观这个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过程中，倍感亲切。意义非常重大，因为他们之前说就是很多他们都是没有来过四川，他们在来之前是想来看大熊猫啊，可能吃一点辣的东西啊，但是来了之后他们发觉这个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，他们觉得这里的人非常的热情，环境非常好。这次研学它不仅仅是一次对外部世界的探索，它更是一次对内心世界的审视。那我希望我能走出我所熟悉的环境，去感受不同的习俗，不同的文化，然后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我觉得这个研习的方法是最好的，因为从网上去看一般都是比较片面一点，对，研习这个过程里面将他们学的很多的东西，